无会找到。台湾民政府台南首家务办公室演讲会开始，主席就位。演奏台湾临时国歌，这个土地是咱的。
位中心啊，秘书长，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好。啊，今天真欢喜，做有这个时间，咱邀请秘书长来给咱做一个精彩的演讲。啊，最近哦，天气愈来愈热，啊，伫各地。啊，大家心情啊，包括我们在稳定，但是无要紧，咱继续行落去，是上最重要的。啊，今日啊，必须啊，再来一个做演讲，咱时间宝贵，吼、哦，咱个大部分时间来互必须来做宝贵，就是啥？各位同心，大家安安大好。好。这位领导以后啊，我最近这两三天啊，开始是很好的。我想你，你有看网络新闻没？你要看网络？嗨啦！他差不多十个人。咱个网络吼，已经向大家公布，就是虽然经过四月二五，咱不能去做卡去做一个特别的记者会嘛，这记者会开一下，这记者会吼，啊开一下出错，啊所以本来是真危险，因为开记者会啥，啊遐个人呢，啥都袂讲。无采讲吼，正常以外，因为拍底线的啊，大家拢无在出错。当然啦，但是事后呢，咱已经中央啊，已经对严格处分过了。所以你讲，经过咱讨论以后啊，跟咱宣布，就是决定，今年九月七日，当然不一定是九月七日这天啦吼，九月七日由美方。伊来邀请美国的官方单位和媒体，和咱台湾民政府台共同，搁再一摆，伫华盛顿 DC 办一个酒会和记者会，你有欢喜无？因为美国甲咱通知的时阵，他是讲我开个心嘛，拢拢安尼。我若甲你讲哦，四月二一到四月二五这个中间哦。一时间，一时间哦，我三四公斤，反正无困，无食。啊，我这干部我是咱的第五十四届副主席。但是虽然去年是中间啊，我唔敢学来啊，知影，知影我咧关注。你是发生啥物代？四月二，咱是代表满十七年，归台北，归家了诶。前路卫兵来接你的时阵啊，遐台侨讲的话就完全无同款。讲啥物话？啊，这是美国，有啥物话我会当讲？我以前都爱照台湾所讲的。当然啦，十七个就是大陆同胞无用的，有咱经济优点。咱有经济优点。伊听了伊也感觉真好，就马上后壁个朋友，就拍电话给我。他是讲，我是来讲，这男朋友我心情足够了，我无意会到讲哦，这内底出代志。但是四月二一，这个记者会开着，因为二的时阵，拄好咱台北的时间是二十二号。本来美方含咧这联络呢，拢是透过一定的。一个迄个啊，做秘密的迄个 Skype， 你通过，去拜无同款，直接用手机卡来。阿公 ，Roger， 我你做啥？你是不是要宣布台湾独立？啊？我要宣布台湾独立，那没有关系。你家己去帮你去看麦啊。我以咱用超一点钟，不过才二十分钟的时间啦，将迄个传播开头来看到尾，看一下我心拢凉。第一，
去遮位时阵，本来是台湾民政府，即个面啊，来甲拆掉，直接用台湾政府机构。主席才宣布讲，伊要正式宣布台湾政府成立，台湾人有台湾的主权。各位，咱在座伊拢受过咱的法律教育，讲这句话有啥物唔对哇？这句话是不是表示讲台湾要独立啦？我定来上课头一句话，我甲大家讲。台湾是台湾人，台湾对不对？拄仔开始大拢哦对哦，未算起去听用一句话。啊，所以我阁问讲，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是不是？大拢听听唔对。啊，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啊，要研究台湾的主权是属啥物？台湾这领土到底啥物人的？足简单的嘛，马关条约嘛，在即个台风地。将台湾古周边的本岛甲平湖来永远挂念予日本天皇。皇帝对皇帝啊，是皇帝领土啦。落尾大清的皇帝，就是将台湾这块殖民地啊，来挂念予日本的天皇。啊，日本天皇有这块土地以后，伫1915年的时阵，将台湾这个岛啊。所有的高山全部甲征服、甲清空。这电话内底，这个清空代表啥？那有土地拢甲清空以后，伊就建立主权。所以日本天皇伫1915年建立了主权，而且建立主权有证明嘛？有1922年二月初六，华盛顿财经协定的19条，就已经证明讲。台湾周边本岛甲平洋是属日本天皇，真清楚。所以从落尾啊，1941年，日本天皇发动战争，以后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宣布台湾这块土地实施宪法，在万国公法的推行之下，这块土地已经是变作日本天皇你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啥人讲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莫讲咱无受过咱的普通的法律教育，无共款。即马含日本人就开始来甲咱教啊。日本最近教科书的审查委员会派来代表来甲咱讲，伊听了咱的这个论述，咱甲咱讲问一句话尔。我请问，大日本帝国是毋是还无存在？咱日本人从来答袂出来。你拢是伊无的，我也是无的。你等于甲看《台湾关系法》内底19条、18条，内底写啥？台湾当局爱遵照现出世的法律，甲以前台湾这块土地法律。啊，以前这块土地法律是啥？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看起来惊是着日本人啊，是最近的代志啊。日本人讲啊？大日本帝国还佫一个哦，呾呾伊呾在，所以我来讲保证。今年8月开始，日本的教主开始改变，日本人开始知影讲，原来这块土地是大日本天皇伊的。咱台湾无国籍，是即个所在。有个人讲，我都无爱予日本管，你无爱予日本管，真简单，你当移民去中国，还是移民去美国拢袂要紧。但是你若想去台湾这块土地，你无选择的余地，这土地都不是本天皇，是因为68年的国民党嘅教育，将咱台湾人所读嘅书，拢总改变去啊。所以呢，各位，你通讲法律呢，法律是非常重要，啊，唔通开始搬。我相信你大家拢知影野球，野球就棒球比赛啦吼，棒球比赛爱看，你野球我讲，你爱看，你就爱看野球比赛。安尼尔，我讲是讲，大家拢足爱看野球比赛。我爱看，我问你个，野球比赛，那迄个啊做打者吼，过一支红棍啊，你后下呐，徛到做 ES 原来所在呐，安尼对准呐，会知无？安尼得分无？无嘛对不对？在呐，爱走位嘛对不对？走起一队，
走去二队，走来三队，走来分队，安尼得一分对不对？啊，有诶人，有诶，迄个英语比赛，迄有遮高音啊，较抒情诶。迄因为迄个本地迄个地方啊，伊歪打，啊怎个人着？啊，迄裁判人看着，来甲判啥？啊，是啊，无得分啊！即款定定有看，你捌看无？无打着地方啊，迄未准成诶。野球何不人去拍过啊？都叫全力打，你走一垒打垒，二垒打垒，三垒打垒，四垒那个本垒进来，按下就好了。你袂当讲二垒打垒，全跳过三垒，全走进来本垒，啊我得分，安尼无？无分呐、啊！咱台湾民政府，咱控告美国这个代志，就是防人，这个防人拍落去，咱就爱安那，爱叫起工来。为这本垒走来应对，应对什么物件？就是台湾的政府啦。即马说的爱走来二垒，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爱替咱甲日本沟通，日本天皇爱同意咱，那是第二步。第二步，日本沟通以后，二垒还阁当走进来三垒，三垒是啥？美国的总统爱同意，安尼日本也同意，美国也同意，进来本垒，安尼就得分了。就简单啊，爱照这条路去。但是有个人哦，想过人欢喜，直接自己国家宣布成立台湾政府，台湾人有台湾的主权。各位，美国听了这番话啊，吓戆啦！喂，官员，你台湾的政府是不是要伫利用我？你伫美国华盛顿 DC 宣布独立？那没有意思，我无啊，啊，但是安尼宣布，有六点，第一，台湾民众会被绑起了；第二，当朝日本的旗啊，甲咱民众的旗收掉，纯美国旗甲这领旗尔尔，安尼是台独的意向非常明显，上界重要一点。你开过记者会，美国含咧讨论以后，美国虽然非常生气，嘛是替咱写一个 announce 的，迄个美国咧宣读的迄个文啊，传来我，我较紧的，互你美国迄个代表团叫伊按照迄个代表团的文章去宣读。我讲确定讲这个物件已经交甲副主席啊，甲总理手头，无想着讲总理讲伊歹判。伊讲我无爱予美国人鼻仔喊你行，喊即句话美国就知影，你快搞死我！你有法度办处分吗？本来是照预定的迄个次序嘛是啥呢？就是咱来宣布，啊，美国官方就有一个宣布，我讲歹势就是啥？爱做戏啊！啊，演一个双簧啊，叫做双簧演不成。美国大大受气啊！啊，伫迄个规条的论述内底，本来是自属美战是美国甲安排，啊，伫遐变做讲美属美战，啊，美属美战嘛，绝对唔对的。这个土地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占领未当移转主权啊！美国变啊想变做讲啊，这个变做我美国的。伫遐，我这个土地是殖民地，但是这个土地伫1945年四月七日迄天开始啊，就因为日本宪法的实施。日本政府予咱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咱会当讲这块土地是为日本天皇已经照办国公办，将这块土地变作伊的领土，当时人民变作日本人的，变作日本天皇臣民，不简单，真简单。你要照人美国讲，我以前还能先讲十年九月七日，咱去办酒会，办煞酒会以后啊，你讲。有关单位国家安全，我跟你讲，台湾拢无要紧啦。国家安全单位啊，从咱的台湾拢接发起来。台湾对，台湾台湾讲，我美国已经替你本土台湾人开了一条路，你只要这条路大家行去就对啊。哎呦，简单！但你难怕这简单，台湾人都受不了。
伊想讲啊，台湾年轻人不爱讲啊，啊都听袂到，你变个政府啊，我甲讲伊讲，每一摆你若要讲台湾政府的时候，你一定爱先讲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是咱护身符啦，咱抗民那顶摆，因为有台湾民政府这个看挂，中华民国绝对袂甲你嘛，绝对袂甲你处理。因为台湾民政府这个是啥物物件？讲起来台湾民政府啦 ，USNG 啦，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啦。你国刚才讲美国军事政府吗？唔敢的。最近刚听刘仪志，你外口，我无叫你安尼做，我听清楚，我无叫你讲，怎车牌拢去叫挂 USNG 哦？但到今嘛为止，你也挂 USNG 的，就我民国建设拢无敢出，一个都唔敢来出。啊，就上回出过，第几到看你，忙看你无敢。出面进入台湾民政府，这地是你的保护伞。竟然你将保护伞给剃掉，我说台湾政府，台湾政府顶管无人嘞。你无人的意思是啥？你该先判断嘛。啊，有人甚至计较到起来来讲，秘书长你是不敢强害？我跟你讲，我不是跟你强害，我是跟你警告。你若无查证的话，卖计较。卖讲台湾政府，计不了讲台湾政府。我讲你若不相信，无你好呐。你外口你敢声称你是台湾政府？啊，台湾已经成立是一个啊做主权独立国家，你试看卖。战争法内底有战争的规定呢，不是讲哦。所以我今日敢站这个所在，甲人来上课。我是战争法的专家，我是国际的专家。你出台以前，我就来讲啊，真清楚。在台湾民政府架构下，台湾政府开始运作，并加入国际社会。你出台以前，这句话我叫来，搁读一摆，这个人拢得掉。所以这边美国非常非常的生气。刚才讲七点点钟是影片，我看，我无等你等来再出，袂使。影片就是证据嘛，你要马上处分。所以十二点开记者会，十二点报告就公布处分名单，过过两天就第二批处分名单。然后张炳国一直在谈判，你看终于获得美国承认，好佳哉！咱现当中有四个人，咱的成员四个人，拍对，家己买机票，现在开4000块美金。不然话开4000块美金，我来车，这机票拢作废，最起死的。我讲迄个，咱中央五十几个人要到时阵啊，去机场家己用车，啊，拢非常非常感谢，因拒绝咱台湾的服务，啊，若无美国要甲你处分。我看你，我来讲一讲，因为我每次来讲就这样，大家拢做无路。这四个人有智慧啊！不是讲这四个，咱的王州长也是同款。王州长头一届就感觉不对，那变去美国来变安尼。可惜的是，咱的总理跟副主席，我遐代表破一个拍拢吹的，大家拢忘记。啊，甲家己去宣布了，大家知我害人大条啊！所以四月二记者会刷以后。美国是安一直联络，你是毋要宣布独立？都叫咱的总理去去安那时阵，迄个宣告人啊，伊个歪台啊，美国歪算了。当然，美国他比讲伊有讲，叫你太太开，王宏观太太刚好伊这个团队来隔离的，那我不理他。啊，所以不。所以美国在动用伊的力量来，所以你也看哦，咱咧开记者会哦，因是直接一竿毛看到隔壁迄个开记者会，啊，记者是闽足济人个呐，咱咧记者会哦，破纪录啦，破国际记者俱乐部的纪录，一个记者都无啦，当时美国官方一个人嘛无去啦，你下到时啊，啊智库边研讨会，一个人嘛无来个。黄州长冇参加，用黄州长来呢？我讲是全世界。你看迄个代志，甲偌严重迄个时阵，甲迄个时阵啊，副主席甲总理啊，我看伊有惊着啊。即
现在在你家说他不知道想做什么，我是今天帮到我公婆去六点，你跟他解释，你向所有三千几个的学员来解释，去六点你怎么不这样做，我跟你说一个什么真相，你二七、二八、二九恢复正常啊，加迄个二五，知影讲无人参加去国会，甚至去国会的时阵啊，无一个官方的官员出来跟咱见面的时候，伊就知死啊。啊，加迄个二七，佮开始回归正常啊，看你要求哦。我跟你讲，我经过啊，一世人来这上界艰苦过的时间，我一世人暗时拢无。再是拢包到钱，规间包到钱，未了呢。我讲你包到害啦。当然啦，你拢唔知影，你当时遐你上课拢唔知影。我上课了，佫只好上去上呢。我那我承受的迄个压力看偌大，好加在天佑台湾。从咱这个危机啊，这个危机嘛是我最感谢伊个，安怎讲呢？因为美国不能比差唔多啊卡，伊叫咱跳出来，是讲安怎？各位亲笔，就为我办，所有的美国的官方我请，记者，所有的记者我请，恁干那人搞派的美国的华盛顿 DC， 而且就为所在，恁派一个人搞谈谈样事，美国要叫你谈的话，你谈了，我美国谁甲你回应？安尼好唔好啊？你欢喜无？真正，听有谈。我每二五以后，即个就知影即个以后，我全台湾所有办公室，我有拢去行过一摆。所以这场，算讲六个州内底，我所行的这个州是算最后一摆。我以后我还要讲，这个地方我咧分州嘛有啊。啊，伊人感觉委，啥物人感觉委屈嘞？我也是讲替伊感觉委屈嘞。你刚刚看这个分州，看了后，你公开出来回答。啊，有这问题，我来听来问。影片，我把它公开啥？你讲说不多大众的影片，我不公开嘛，我就去取消了。但是呢，这个影片二二三以前我有公开，我想有个人有看过，有看过，有看过，啊，有几个人有看过？有这个人看了嘛？他马上打电话给我，哎，啊，你是讲啥？你袂感觉很奇怪吗？所以你若读过这个法律文书嘞，你就知影讲，害啦，出大了财，但是好解财。咱吼，二五早时十一点，因个记者会刷了，十二点半，咱是发布严厉处分，所有来个参加来个拢总写写，啊三个州长有讲话拢总写，各位。但是刚播的时阵啊，我马上宣布，终于定下人请辞，因为是甲潘阳华讲伊要请辞。但我有听讲伊转来了，听讲伊他不辞，那不辞就是免职嘛。为着这个代志，台湾民进会内底啊内部啊有些重大的改变。即摆等于甲美国参详，参详以后，我讲给他两年才左右啊，整个。我们的组织会有一点变动，但是变动是你上层的部分变动的。美国要求你开始爱做政府形态的运作，你跟你讲，让你做政府形态的运作，不是要叫你宣布台湾独立的，要搞清楚。今天讲了你不听了，你要人独立是要独立的。你讲台独代表战争，那是假的，还搁是美国的首都来宣布。那迄阵啊，我感觉吼，除了雄心豹志呢，但是呢，伊除了雄心豹志呢，咱三千几个人才出来干。所以礼拜的家属看心情打工看，啊、哦，秘书长，我们在鬼门关前面走一道回来。你当对你讲，你单独宣布台湾进入新历嘛，无代志呢，有代志呢，那无代志。但你若讲台湾民政府架构下，无代志，会记哩。台湾民政府，这五字是咱唯一的护身符。啥人唔是五？我有讲过，用台湾，台湾民市政府会使无？未使。台湾国会使无？未使。这拢未使的啦。
台湾人申请，台湾用户讲，台湾讲，拢讲袂使，一定爱用自保金，无爱讲一定爱用自保金。台湾民政，这是什么名啊？台湾民政委委托上是美国军事政府，啊，美国军政府就定为台湾民政委，是万平大讲用台湾民政府，大家听起来较容易接受。所以台湾民政府真好啦，我感觉袂歹吼。经过这边吼。这个做，一旦我是大家人的，啊做，我感觉是用他们去甲机会同款，你根本无赢机会。不过呢，啊好就是讲，这边好处就是，比如可以比多阿卡跳起来多阿姐来主动来帮忙，甚至是公司来，时间嘛已经差不多了，啊，咱的心情嘛已经差不多一万名嘛，对不对？所以呢，咱即摆训练嘛是继续去训练。从来我们没有谈过。那台湾人到今日才开始知影讲哦，原来你用法律这两字会当解决所有问题，用法律这两字会当解决全世界所有还未解决土地的问题。当然发现，所以伫今日的时间哦，我按法律跟大家了解，就是讲。咱这边四月二五的代志，虽然呐，啊，咱是决定来，咱大家拍手。这边哦，我听你在议定讲啊，哎，就是我去拜官哦，身体欠安呐，患病呐，啊，那伊那去哦，绝对袂出啥事啦。议定哦，一直哦非常坚持，咱是。伊那去，我就是刚才讲过，那就别讲。本来叫那个意见计划，我们在讲，我们要求那种台湾旅行证件来上去哦，比方，然后阿廖黄伟来发给台湾旅行证件。但是美国一阵来讲，我们发行台湾护照，我听到台湾护照的那种习惯不对，他来讲，台湾护所谓的护照 passport。Facebook 像主权独立的国家才能发行护照，你若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你是什么地，你只有能够发行旅行证件，但是旅行证件等同护照。美国的护照，这个护照，这旅行证件，谁人爱给人还？是美国军事政府爱替人还，所以伊的方面，但是一定有美国军事政府的标志，清楚未？法律就是安尼啊！啊，这人，伊讲要用台湾政府发行台湾护照，你是较紧啊！所以有足济人我讲，你感觉咱台湾足奇怪，就是讲吼，有半桶啊，就要出西啊！进前我，不是你清清菜菜嘞，你若就是讲我安尼清清菜菜，我都写一篇文章嘞，我爱看落电视，我叫我都写文章嘞。我看你发表这篇，是不是今天发表这篇？我今天发表这篇，你来去看麦。我这篇是写啥？当然写四月二五发生的代志。后壁创一个字，就是菲律宾林志武，伊甲军事政府变啊脱离军事政府，要变作伊的属于政府。变过去，我才写前面说的嘛。这有这本字伫遮吗？那不要看呢。其实我这篇文章我以前发表过。OK， 有法依法，啊，若无法咩啊，依地，办安怎，咱就安怎。你莫家己创造创造你家己所想的迄个方法，台湾人足够一点就当感情要素。你甲看吼，台湾足奇怪的，白白一个独派吼，上少六十几、六十个无同款的独派，啊，在遐独派你看麦，拢是一个头名啦。其他无人啊，啊，家己一个人要成一个独派，你比如根本挂烂下人无屁嘛！你们这边在干什么？啊，你话，费劲恁发神经病的时阵，遐独派的人、统派的人，大家笑到厉害，你唔知遐过得去咯。两年半前，咱开始发现新闻前的时阵啊，大家嘛大家笑，啊，你看即摆五月十日，一寡迄个党派。六十个党派，讲要发
台湾国四分钱，一百块。你若即阵要笑咱，啊！你即摆要发四分钱要创啥？我甲你讲，你要发四分钱一百，我卖发一百吼，十块都无人要摕啦。你的法律基础伫倒？你要发几块钱创啥？我甲人看讲，伊个个广告内底啊，叫一寡中国人上台去演讲嘛，我就当是讨厌。那美国这个土地，你发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是因为本土台湾人才有权利来讲你是台湾人，啊，其他拢是移民来是台湾人，还是讲你流亡是台湾人，啊，也不是，什么人都会当申请台湾身份证，法律无台，就是讲哦，你谈法律，你不会点天做呢？你就要看足侪足侪的钱，你才会当讲正派的论述。所以想话，美国国家地吼，日本伊也很难来讨论，因为咱的研究变较深嘛，咱的研究变较侪嘛。伊一定爱知影讲，这物件，咱的研究，台湾的研究，咱即款台湾最主要的研究，确确实实是美国、日本赢足多。我甲你讲，七月份、八月份开始，日本的教科书若无改变，我随在。拍下一本册，我拢用拍你讲。我讲大日本计划，我做伊个，你知影？我讲哪里？你也无影呢？我讲来来来，你甲看台湾关系，你看咩？十七条、十八条，啊，过来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啊，是十七条，日本听有输无？无输分啊！马关条约，这个土地交予啥物啊？日本天皇啊！啊，你所读的是拢是讲交予日本啊？啊，日本政府啊，日本天皇是无共款的呢。我先请证明给你看下。投降书内底，从光培代表大日本帝国，诶，日本皇帝汉，日本政府啊，两个无共款。所以足侪人读书拢读一半的。你若叫是讲英语足简单的，足侪人我才不英语。Chinese Taipei 就是十五萬，中國語王之路在台北，你就別搞反正說中國中中台，中國中華台北中國台北，那不對啊，是 Chinese Israel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是不是？所以今天我們用這個見證觀讓美國服氣，讓美國看你看你而已，咱現在等什麼？咱要等最後那一步，我們台灣有國籍，以後咱跟日本人是好講的。當然這個中間，咱需要國民大家來鬥三天。八月十五，靖國神社要求咱派內閣跟參議、跟眾議，含日本的內閣，日本內閣叫一百六十八人祭拜靖國神社，你們知道嗎？主席，咱派一百五十个。去年咱派210个，我今年伊派168个，啊以前啊，伊无超过50个呢，伊那中央日本人那样跳，看着咱台湾民主，真的小看咱台湾民主。我告诉你讲，咱是进入哦，不是进洞哦，不是政党哦，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靠边站哦，没有，咱是跟他遵从一个法理论述，这个法理论述是啥？国际法、万国公法。正常话，无其他无评价的。我唔是讲叫恁来爱听我的，我林志胜也没有算什么呢，我是一个读书人尔。我甲你讲，这个法律，你既然是台湾民进会人，你就遵守法律，照法律来行，安尼对。唔免高兴，你就爱向生人效忠，没有那回事，绝对无有问题。啊！你若讲好，啊，阮家己要来创一个台湾政府噻，不安尼，你家己去创，你心心心意好个。各位啊，咱能做革命先烈，我都来讲，咱一旦做革命先行者，唔是咧做革命先烈哦。我叫你提多提提，你钱嘛无呢？啊，若一群人讲要宣布台湾政府，要叫你提多提提，提上去呢？但要同你台提多提提，啊，无咩啊？这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当然啦，咱已经是真短时间止血，啊，出温，生命嘛，赶快，
副主席钟义嘛，赶快马教头来处分，没有办法。他说：“啊，你秘书长你那么不才，拍死，军属进入国民住诶。你礼拜拜新的时阵，你该请假的时阵，敢有甲你民主？敢有甲敢有甲你叫来审判？无呢，你还是在平调呢？那个军属进入。今日台湾民进党就是美国军属进入啦。”咱即嘛受美国军事政府报告啦，咱所谓新闻，是安怎有名，怎爱报美国，才拢受到报告。你家己毋知影尔，但是我今日甲你讲，咱所谓新闻，我甲你保证，我以性命甲你保证，你100%就是接受美国军事政府的保护，爱同意无？美国军事政府在做，我跟你讲，第四条《五月川和平条约》第四条在那写啥？日本人民啊财产，通遵照美国军事政府的安排跟处分。军事政府下底啊 ，U.S. Military Government。啊，就我现今，这个军事政府就刷进去，刷进五角大厦内底办公室，做清楚。就是目睭无看的，表示就无这个人呢。什么叫占领？讲几下摆，但我再讲一摆。这个地区飞机拢袂当甲我飞过我甲拍落。占领。这片海域，什么船只拢袂当甲我经过我用语言甲你拍落。占领。这个土地，什么人袂当入来？人入来我甲你收你，甲你拍掉。占领。八八军战的时阵，美国空军无经过中华民国允准，直接就砰打落去台南，真厉害！所以迄个台湾都炸毁，我给你看，放八张海军陆战队，足侪现象，有人讲，啊，你嘛提出证明，讲美国军事证明已经失败，我跟你讲袂啊，两张证书，2050年。九月初四，七月初二办酒会，会办迄个办公室。三个月以后，美国已经把咱成立台湾民政府。2050年3月15日，美国再度把咱承认台湾政府。美国好厉害，真清楚。所以为难，卖讲要甲惨啊！叫无要紧，你提出一个逻辑出来。卖甲用迄个感情，我都无看到你讲呢。我今年无看到你阿文平嘛，啊，美国军事将就军事将命，啊，普京创和平条写到前天个是个发条啊。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啊，这个 principal 除了主要以外，另外一个解释有人代理，什么样代理？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authority， 台湾东部。今日无中华民国政府，干物事叫台湾当局。今日即卖台湾即个土地，干一个政府叫做台湾民政府。美国是变好难，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然后开始练习做政府的组织。哇，为了欢喜，但是欢喜是超多的，像我唔知，来个超过，全部台湾政府。比如我去什么岛屿啊？你是美国人，算平算正。在美国宣战，我那当时跳过大门哦，跳比我帅气呢，我想踹一下呢。所以希望讲哦，我若较无胆，我好叫惊死。当然这个等于贵啊吼，啊，咱各位吼，做一场报告，因为这种现场的传播，你讲几下摆，我也无爱去讲，遐人因为我也无爱跟你讲啊。反正呢，你若要讲哦，在香港大个人来解说啦。你若当时从日本机啊个收掉，迄阵有一个人讲哦，啊我日本机都袂记得炸去，是啊，马上传两张相片我。内底人只是日本机啊，是咱个人，创富去台日本，足清楚个，合并拢免定个，袂记得炸，是跳过去收掉。
所以你若记得你去参加台湾研究，经过一天去避开，避开到某一个阶，那个阶层以后啊，你就爱嘛，你就爱一切拢爱教化你，我就告诉你，你若教化你，咱就一定会成功。期待台湾民政府用真短的时间来接受正权，好唔好啊？你老三有当听过来吗？你说听见了吗？啊，即卖呢，因为这时间叫淡薄点吼，哎，叫咱是九月七八，所以会延后四个月。所以九月八号，我估计不是九月八号那天，可能前后几天啦。我转来是转报那个日期，正确日期。啊，其他要派商量时，我嘛是嘛是不爱讲。安怎讲呢？要求人提前讲讲，遐人都要买手机嘛。啊，我先啊就爱跳出去挡住，我说明先。所以你爱管用，我即卖不爱传播，讲你报商量。我大概要派十个到十二个代表，啊，剩下十个，事后再讲。哎，好冇？你有原谅我无？有啦。我先来讲，我是嘛一定派这十个到十二个。啊，若宣布以后吼，我估计迄个上最重要的文件就是伫迄个要宣布。即马真正要宣布什么年，我唔知，但是我破破会当要，我会参。我破会较够的，会出名。但还佫有问题无？我是本天龙台湾的这个主人，我即摆去想过了，我是一个副本。那黄公，你凭啥物？我是本天龙台湾人，要来号召民众来对抗的，安尼可以？会使，会使。那到底问题无？矿仔台湾人负责一人100万元，但矿仔台湾人负债一人负债100万元，好、哦，第二点，财政检查危机，内政治安，以上是政府如何对，我告你讲，你家有啥？下次几点啦吼？我知影真侪台湾人也安尼想啦，因为心内拢真恐慌嘛吼。伊讲报到啥，拢台湾人吼，现不是这样问题吼，一百万啦吼。啊，财政的迄个危机吼，已经有产生啦。第三，我来讲治安吼，啊，这个反弹啦、攻击啦吼，是台湾的社会吼，啊，听啦，我即摆台湾一个社会吼，已经吼是非不分啦。对。咱虽然安尼行，变做甲变死吼，啊嘛照常有人在甲你攻击。啊，这钱呢？咱是社会人去看病，你若身体较弱的时阵，迄个病菌来去侵入你啊，那就要吃。啊，若你身体较弱的，你就病菌来吃，来吞落。所以吼，你若对一寡较无理性的迄种吼，你不一定爱食它。啊，大部分拢是假的。例如啦，我买菜就是中国人，啊，我嘛是中国见面的，去看病对。啊！我用我的间谍，中国讲台湾钱，叫我从中国到台湾来骗后边，你逻辑上是完全不通啊！我太太是帮助来，我讲到伊报告的哈，我太太来，面条饼来，你来看看。我说：“哎，叫太太，你马上拜托。”哈哈哈哈哈！他用台布哟，我来练啊！一帮叫来啊，一四句哈，帮助来。这里呢，高档些，啊，高档些，他比国外的高档啊，啊，高档。所以呢，伊这个做北京语哦，因为我嘛，北京是较老，上海较未晓，是不是？给国外来，你看好看不？对啊，而以部队面临骗去台湾，如何搜索？面的。
耳语吼，甲起起来无啦。以前到民宿之前的时阵哦，变形式吼，很简单啊。我不相信，但人拢发现啊，会见到人三种的特点啊：爱钱、惊死、爱做官。啊，这用变形的更多啊，哦。啊，现阶段啊，惧怕中国啊，比怕国民党还要严重。中国他台湾无关系，你听一下，台湾足奇怪，听到要对号对号入座。咱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伊讲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中国。美国 acknowledge， 怎么讲？得知美国得知，啊，讲了这台湾讲了一句，哎呀，啊，到中国。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各位医生啊，懂了？是台湾啊？懂？是台湾啊？他讲的，当然就是。好，你台湾啊？但是有真济人，你台湾中国民国身份证，你别当讲你台湾人，我是讲，你是中国人哦。你提中国民国身份证，中国人你才会害怕中国啊。啊，台湾人惊啥？咱台湾人后代是美国人。啊，钞票是中华民国，中国人。你若无认真啊，我甲你讲，真正，这时间你教我啦，我甲你讲啦，我用台湾人，用中国人甲你打败。所以吼，之前以后吼，啊，这最次如何？啊，不要客户，不要客户先看看。啊，简单，你加入台湾的政府，同时你变做台湾一流新闻人，你就接受美国军事政府的保护，绝对无你的代志。哪几百中国人绝对袂几百，我甲你生命担保袂几百。当然，人袂几百是会使，但是军队伊绝对不同。你把伊个军队美国去管啊，美国袂通过啦，这边难得啦嘿。啊，所以下次你是真好。啊，凡是刚开始台湾即摆现象，但是变难得。这个时间真少，我都可以讲，两年上班，两年上班，一年台湾民政府咧一节。问题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咱来赶紧速度，和咱国民共同来拍拼。恁大家拍拼，我无拍拼啥？我无爱拍拼做一项呢。我爱写文书，爱搁比我谈判。啊，有人讲，啊，你搁比我谈判，你拢爱介绍我呢？啊，人都对我唔爱跟你继续客气了。伊讲，你都爱先，都有文书，拢了解，我坐你，我坐你，跟你辩论。啊，无咱坐伫个新平讲，啊，台湾地区等于什么人呢？就简单啊，台湾就是，台湾就是啥？就是本天皇的啊。就以前甲即摆拢是同款啊。莫讲咱唔知影，但是本人讲清楚，即摆是本人在官员，啊，大是本天官不治嘞。我当然不治，我是正常。台湾官员啊，19条足清楚。啊，新天皇不治嘞。啊，原来迄个林志兴讲的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台湾，完全正确。我甲听你甲知，咱哦已经八日本哦，已经早已6、7年、7、8年。我感觉我自己就觉得很得意。啊，但我若得意，恁各位拢得意对不对？因为差不多。来，我问你哦，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你问。我非常爱离婚，我爱铁站啊，因为我大学教授，咱当然不会叫我去啦，我很招气，我来讲，所以我后摆可能要开始试训，啊，试训是哪？我咧讲哦，我来去爱铁台当一场哦，啊，有这个试训，啊，咱大家哦，往前听，啊，我是铁站来咧讲话啦，啊，你有问题哦，啊，你拍电话去我伫迄个所在，啊，一摆哦，在一个所在就好啦，啊，我要走到要死，我真走到要害呢。哎、欸，你人叫伊讲坐高铁足爽的呢，大家都坐的呢，你家坐拢12点呢，
啊，但我太太听我，我可能我概念都无清楚，伊拢袂包面，伊就起码袂包，后壁袂包面，真啊。真是有地方无包面，那上我想讲吼，哎，老公啊，你过这样的日子好吗？老公眼睛不给我，你肯定有灾啊！我有改往外过另外一支，大刚拢十二点啊，啊，靠在六点、六点、五点的时候，屁股点就来了。有很多的讨论，很多的指示啊。贵去卖日记啊，我想明天早就报一波之类，到我赶快爱贵去卖日记。但是我有个想讲哦，我没有办法，我已经算了，我若变成一张卖茶鉴定话就好。我无大波钱卡鉴定话，迄张卡鉴定话是讲我这波人开啊，开了比较开起了进出就好啊。啊，无像我开的讲咩，变做我去研究下。啊，即摆呢，研究一半都变当放掉。放掉我带了我带他，因为他这种不分好钱，你看没有？他这个，你不可能嘛？你金门去国外，不来我怎样？那国外钱怎样？我讲啊，我自己问哦，他们叫运气啊，我有法官啦，我开啦，那水钱起来，啊，走三千公里，啊，若无网球着，啊，运气低啊，唔敢玩啦，我法官就是讲这些啦。快些，看这结束了，可能开了两点，是啦，我们来，啊，我们接吧，我们接吧，我们接，我来哦，二点钟过，这边哦，那二点你上班未做的，我来过一半，二点是非常重视的一个人，啊，足坚持发展的，我一世人来这哦，我真正感觉这个二点哦，对咱这个民生哦，打蛮上心的，各位。我来即马即个放出来交予二长，拜托伊来讲几句话，予各位听，你讲好唔好啊？好。那么咱欢迎受来咱遐上课，我心感觉足尊敬啊！为巴西圣保罗来，啊，咱啊黄毅，黄毅，哦，伊就去啊，哈，黄先生啊，从巴西圣保罗来，我来到他，我都阿去来到他，哦，好欢迎，啊，一个吼。是西雅图来的啦，那个啊，啊，因为必须你有外国，差不多三个月未见外国，咱来办一个世界大会好啊吼，我一直唔敢甲必须你。回这个讲好啊，唔好，我个人是反对的。因为必须你嘛清楚我，伫艺术大学时啊，办一个我来去做讲座教授啊，就用这个身份啊，这个我私立大学啊邀请去做讲座教授。就是用这个专业领域有特殊贡献，我去邀请去做讲座教授，是啥物？办七个国家的迄个咱会计甲财务专业人员的国际研讨会，
办这个国家，搁办四个国家，啊，我选的国家，迄阵啊，打出去拢是国科会奖励的国家，所以一个国旗啊，无留去，叫美国的学者，美国 LA 一个啊，华人的会计公司啊，派我十一个团来参加啦。哦，啊，请英国，啊，请新加坡，请日本，请越南，啊，搁台湾，加加起来，甲南非拢总七个啦。我请的讲师啊，拢是台大教授、会计的教授教请，政大的啊教授教请，咱郑丁旺郑校长，那来参与，来会计界，郑校长是在台湾会计界是也是领导，大家应该都认识。台北大学现在台北大学的校长李子纳乃是台北大学会计的啊系列教授，对，台中啊，那个有说啊，台中中心大学啊陈教授过来聊天，成功大学啊吴庆泰教授，黑龙江大学里面的教授啦，所以在南部，咱啊国宾饭店一般，所以我会讲到这，因为拄啊有两个从国外回来，我也袂答应第四点，你甲我讲这啊，我伫思考啦。我时刻希望世界各国本土台湾人拢来参加咱的训练班，安尼就足紧啦。那要办世界大会，啊，现在就巴西，咱啊完全真有话嘛。啊，你讲吼，各地区那拢来，世界各所在也拢来。啊，咱要办是足简单啦，是不是安尼？所以恁的亲戚有伫外国的，拢叫伊恁来受训啦，安尼就健康。拜托好无？安尼要甲大家讲，这是历史地图，因为我要带你，因为我咱爱了解啊，咱诶，西德有人啊。哦，啊，其他地方，咱也是，我可能会去中央，要甲各所在的侨界的这些朋友来受训的，本土台湾来有办身份证的，咱要来做一个慢慢的规划，哦，安尼我才敢带，啊无我唔敢带，哦，咱要做爱做啥，有办法的来。哦，我歹势啦吼，啊，就我讲一寡历史，哦，大家知影啦吼，啊，我占啊大家时间，啊，我看我无爱阁讲啥物啦吼，啊，因为大家爱了解吼，我定咧讲，咱李立光政府批准咱甲咱教，甲咱大讲。毁灭就在你的身边。我还是强调的，台南的演讲，我呐，南化台南的演讲，恁会了解。迄阵啊，酒店也袂变啊。迄场的演讲，我甲大家用心做讲过，讲阮中央做了不好，啊。因为这个重要的部分，他毁灭在身边都不晓得。哦，啊，
我的感觉啦吼，我家己的感觉吼，因为这是安怎讲，咱大厝的红布条啊，去到 L A 就去用拆去啊，啊，这就足奇怪啊。哦，过来，遮个听 L A 遮个人咧。哎，因为咱看起来，咱真正咱家己的人都无几个啊，啊皮啊卡咧，咧对因行，这是我的感受啦吼。啊，所以讲，那个强调一点，随时咱要努力成功。毁灭就是在你的身边，这句大家若无记得，会阁发生，哦，所以大家爱家己记得，咱要愈成功，就愈家己拼，愈要成功，愈家己拼，各用各种的方法啦。所以我报告大家啦吼，啊，剩的时间可能咱啊，或者酒店吼，可能是不啊，去参加顶下礼拜嘛吼，是不是？啊，可能恁啊，大家要爱了解足济代志嘛吼，啊，我嘛，安尼好无？好，啊，咱啊，再见。多谢咱市长甲咱做个说明吼，嘛甲咱介绍威比哥，啊个啊巴西过来两个同事，等王小姐总算打电话给我吼，我过去。啊，最近啊，足侪乡亲啊，同事一直叫我爱讲事实，爱讲真相，我拢知影拢讲啊。啊，佫无要帮我做，啊，伊就叫我讲，我感觉讲啊，对啦，有一件代志无甲大家报告啦。啊，秘书嘛无讲着真相，因为一个黑暗嘛。啊，我和迄个台湾副首长啊，电首长，啊，两个讲，哎，行，咱黑暗吼，黑暗无代志啊。我讲，无咱出来外口吼，去看倒有哪里，比如咱来认一下比如。因为我两个人最无好说话呢，啊，结果无迄个啊，用个比如的所在，啊，找着一间有咧卖酒的啦吼。啊，结果阮即个是我发现讲吼，咱含我以前印象无同款，迄阵是超级市场啊吼，啊，买着买酒是介平常个代志，即个去超级市场无咧卖酒啦，酒就去特别个店到咧卖，啊，我两个人想买一罐比如，啊，迄、那个。卖秘鲁的啊，佮讲纸袋啊，把两个秘鲁包起来。啊，两个出来了后，行伫路边啊，奇怪安怎呢？啊，等伊饭店佮足无聊，阮两个单伫路边穿个伫迄公路边啊吼，靠伫迄个安诶护栏边啊，两个伫遐开讲啊，啊，阮两个伫遐啉秘鲁。啊，啉啉了了后，过阵工，我去问啊，伫遐甲咱招待台侨讲，诶。啊，是啊，这批米油，你摕来变成变哩嘛？是啊，个网装底下人包来啊。吼，你讲伫美国啊，袂使伫室外吼啉酒嘛，对不对？黄小姐，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啊，我唔知。你唔知咧？但是迄个阮遐，迄一酒无共啊，阮遐酒着超级市场，即马拢袂使卖啊。哦，啊，迄个伫迄个华盛顿啊，吼，啊，拢买无啊，结果啊吼，伊遐迄个咱台侨的同事就讲。你看这招吼，规定讲酒袂使摕出外口陪恁吼，爱代表你酗酒。我两个惊一个讲啊，差一点好加在昨昏无看到警察，我两个叫遐警察叫讲，这两个台湾来那是路边饮酒，安尼好你加在。啊，这是啊，我讲到底要叫我讲啥？有一款代志是无需要讲的嘛，纯粹猜那种。你个警察来去警察局这款见笑来应答，免甲大家报告。啊，大家就一起来讲，啊，恁到底做啥？啊，都大家应当知影，就拢讲啊。啊，秘书长嘛，讲啊足清楚啊。啊，都不要叫我讲啥。啊，有当时我感觉足烦的。
啊，即摆伫即个啊情形下，咱足侪担心，因为听到足侪地方路上啊无共款声音，啊，佫有足侪人啊讲有啥物冤枉，啊，大家听讲话足烦的吼。我逐天看到遐，啊嘛写简讯互我，吼，讲咱周长伊安尼袂知影写啥，啊，我无要紧，我感觉我看有一个希望，咱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咱要阁行落去无？咱台湾即个是未来咱台湾唯一个盼望，咱若要阁行落去，是你无满意规划把国崩破，还是咱爱甲好好甲保守？而且过程当中，当然有出侪无同款的意见，但是你意见含咱的法律论述，强迫我一直讲，伫美国含一寡台侨啊辩论足久，因为去到遐有一寡台侨讲，你今日来到美国，美国利益上个重要，所以伊只袂使讲日主，你只能讲美债。我闲啊，闲啊，只能讲日主，只能美债袂使讲日主。因为美国利益上大啊，吼、哦，咱今日只要讲日主，美国人听也袂欢喜，我就含遐个人去辩论，辩论辩两点外钟，我甲讲日主美债，这是台湾民政府的性命数，咱无可能放弃日主美债这个观念，这个论述。啊，到尾啊，啊，两点外钟，辩到尾啊，对方嘛同意了，吼、哦，讲伫台湾，咱要甲台湾的百姓。讲咱台湾未来要行的路，是都爱行法律的路。法律的路就是自主美善这条路。咱到好多含遐台湾要独立，要法要正名正言，才会人取得。啊无啊，就人就对因遐去就好啊。你既然讲要台独，人比你较早就讲要台独呢。人较早就有足济个想法含做法，讲要安台独的。啊，你今日也讲要台独，你若讲含人讲会通。啊！台湾的百姓是安要对你，那我去对遐原来讲要台独的，即马阁有一条路，吼、哦、对一寡台派啊，嘛感觉做有吸引力的，就是要正名制，正名制要安行，就是咱努力，吼、哦、选举，啊选好赢，啊选好赢了后，吼、哦、咱就来改国号，吼、哦、来改宪法，改一个名，咱欢喜的名，宪法改予咱台湾人适合台湾的宪法，咱来建立一个国家。我前几天去甲一个啊，从迄个台湾啊，伊嘛是做想要台湾有一个好的未来，但是伊过去一向拢支持民进党的一个朋友来甲说明。我讲一个足极端的咧，好今仔日就算阁予民进党总统个选举，立法委员全部拢民进党选举，县市长拢民进党，县市议员。嘛是拢民进党，好，就算在民进党有法度行到这个程度，就讲也无可能啦，无可能。我讲来，咱假设啦，假设有一天，全部的对台湾政治系统内底所有的官职、所有的行政权，拢伫民进党手头，我请问你，咱有法度来建立一个国家吗？总统你选对啦，立法委员全部民进党的人。啊！你照即摆现主持的法律，你就用改宪法啦，对无？你就用改国名，对无？国歌嘛是做甲改改，全部拢改到竖起，照你民进党的意思，照台湾人意思改了后、哦，啊，结果即款的成立的国家有法度行出国际社会，有法度参与联合国，有法度去迄个世界卫生组织无？有无？无嘛，爱想五分钟，伊要甲我讲无啊吼，嘛无啥关系。你讲有，佮心肝内底佮不安，讲哎，迄个可能。我讲无啦，是安无？历史上头头讲到足清楚，1945年4月7日，伊就决定台湾主权的名号，这无法度改变，这无法度讲吼，后摆无算。我即阵拄着一个研究台湾史的。伊讲写2000几页啊，还是2000几万字，我袂记咧。看伊写一本足厚的册，创啥？伊安尼研究较久的时间，写一本足大本的册，甲我讲，要甲大家讲，台湾含中国无关系，
哦，咱讲台湾含中国无关，咱五分钟就讲清楚。伊写到推脱，为了历史，为了排国开天，天天写写到什么？证明台湾含中国无关的，感到我的麻烦。我讲1945年4月初，日本天皇在台湾实施兵役宪法，安尼台湾在法律地位上、主权地位上含中国都无关的啊。不管是血缘，还是讲你感情啥物，无法都无关。那叫法律来讲，啊，迄无你啥，伊研究较好，研究较汉尼啊，德语的文，迄落著作，叫我讲起，伊讲我气愤，伊讲啊，你讲迄无算啊，1945年4月初，迄无算，哇，迄无算啊，无咱要算啥够算？啊，像拄着即款的，伊无法度旁咱来讲道理，照论出来讲，照道理来讨论。像即款来讲，给伊五分钟啦。五分钟了后，我发现伊的头壳，伊无愿意来思考实相，无爱来思考真实的道理。伊甘要关伫家己的想法内底，讲家己对，别人讲拢唔对。迄款呢，啊，我拢无五分钟。五分钟了后，我就开始讲啊，我爱变数学，啊，无就看下，毋知啥物人有代志来催一下，我无法浪费迄个时间。我感觉你。你和我讨论意见，我无可能拢无要紧，但你必须我有法度讨论。你袂使人讲讲你个，啊无要听咱。啊，大家拢沟通。我之前嘛捌拄着一个啊，伊甲我讲，伊自少年开始就参加民主运动。伊甲我讲，参加民主运动是应该出事个，哦，把我当作小朋友。啊，人民，啊我讲，你甲伊讲，咱台湾民政府即个就是讲等。你要讲我拢知，但是你要我先讲，我好，我先讲，我讲讲讲一大摊，讲到尾我发现伊有一个问题。伊讲到尾啊，伊嘛敢赞成讲咱这个新台湾论必须要说下论就是对的，但是伊的题目是，就对必须要有意见。我讲你是安那，你是安那必须要上 A， 但是安那就算10%，啊，实在无缘投，就一个人拄着情绪的问题。伊无法度理智讲，不管即个人生了安怎，不管即个人个性安怎，我甲伊个合袂合，人论是对就是对。啊，结果因为对比如讲有一寡题目是个啊无爽快，啊结果伊怎啊要十几个论述甲推翻掉？我讲安尼无道理啦，啊无道理，咱来讲道理好听。伊怎甲我讲两件代志？一件代志是讲，伊感觉台湾未来的问题。要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因全世界用政治处理政治的问题哦。啊，台湾主权地位问题，当然嘛是政治的问题。伊讲要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袂使用法律，是啊，袂使用法律。啊，到尾才知影，伊毋知影法律要用对一条啦。所以怎么讲，啊，无法律，无法度解决台湾的问题嘛。所以用政治的手段。我讲好啊，我讲政治，咱拢知影政治，都要看手段大细机，都要看你手腕。看你世代政治问题，多多好来说明台湾目前现象，无法度解决的即款困难点，因为用政治都予美国来算，美国模糊政策来算台湾。你讲你是不是一个国家？我唔知，我白讲，你着表态就好嘛。啊，马英九是不是有绿卡？我白讲，啊有无？伊无爱表态，啊白讲有，啊白讲无，这就是政治。啊，政治就是。放在人的手头，人要讲唔讲，随在伊啊。咱要等伊当时，你看你甲讲，等伊利益对伊上加有利时，你甲表态先。啊，伊看唔是说无下伊利益，伊拢不爱表态，嘛爱甲伊讲是，嘛不爱甲伊讲唔是，这就是政治。我今仔日台湾民政府所行的路，都是用法律来解决。行法律这条路，道理无你讲你大细汉好野事，法律判你赢，你就赢。管你是去吃果，果是好个人，看你去吃名，你怎名？咱无偌济人，咱嘛是讲足有钱，咱嘛是讲足有政治个势力，讲啥物人因老爸做大官，还是讲美国有实在啥物众议员，咱拢无，咱就靠法律，用法律头前，大家人拢变大。咱今日用法律个定数，甲美国相对，做美国，你爱照正常法来管理台湾。你今日讲正面，我唔互你正面啊！我嘛认为，阮承认阮正牌，阮承认台湾人拍输美国人，
但是你讲接听了，叫伊帮忙接听，你接听了后，伊来叫一个同我无关的一个人来咱统治咱台湾。啊，统治台湾，佫无只好伊帮统治，叫咱去叫咱去做兵，啊，做兵佫咱抽税金，吼、哦，啊，抽税金佫乌白抽，是嘛？迄、那个高速公路开始要改变，我看了高速公路收这钱，我实在心火拢几百火起来，因为我最近接到几个钱。ETC 讲我迟缴，哼，一张刚刚接了三张，我感觉 ETC 啊，因为今仔咱台南家己啊办公室先入来，我 ETC 啊，逐工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弄到我拢袂记哩，我已经超过磅啊，我才收着三张，我报你搞 complain 讲，叫你去拿遐济钱的，你就买，拿遐咧定定无够钱，我唔甘愿啊，是啊，咱是啊，摕一笔钱放伫遐，啊，互伊开，后许代志。啊，看偌济，咱就过年就付钱就好啊。啊，这样子，你现在叫你存啥？无啦，就来罚钱。我刚好是偷税政府、偷税公司，啊，这偷税公司啊、偷税政府甲做伙，咱拢随在人去。第二个就在伫迄个环境绿洛杉矶，啊，咱乡亲，啊，咱开车蛮在在正啊，十二个去甲一个乡亲见面来做说明。啊，为洛杉矶正啊十二个，反正。我含迄个潘良华、潘副主席，我两个坐伫隔壁，啊，两个去看看，哎、欸，你有发现咱台北高了后，哪拢伫高速公路无看到收费站？我伫遐看看看看，对洛杉矶坐到圣地亚哥，无半个收费站，我感觉足奇怪，啊，收费站是走去台北，感觉咧足远足远到一个收费站，结果台北高中先来讲，伊无收费站，除非一寡特殊的路有人出钱去。你再去批一个收费站，再把这成本收倒上来，成本收到一个低的了吼，啊，当然嘛爱好赚钱，伊会投资的嘛，伊钱收到了吼，这个所在就袂使收钱。啊，台湾的高速公路起偌久啊，爱敢收遐侪钱，啊，这车愈来愈侪，哦，无怪迄个BTC 这间公司一直要甲标付较钱嘛，袂要紧，后摆看偌侪钱，啊，你知嘛？讲要用计程收费，计程收费有诶，收台永存免收钱诶，即摆一天啊，讲要通勤诶，可能啊开百几块诶。啊，咱诶生活是安尼过到遮尔啊奇怪，咱拢无愿意去改变即个事实，咱拢随在即个政府含即个大好业人，甲咱钱为咱靠底，咱一个一个去摕去，咱拢无法度伊，伊今日甲我发。我嘛只好去乖乖去关到啊，啊无安那，啊无去就来发啦。啊，这咱要安那改变咱即卖目前即款的生活，随着人来吞下即款生活，刚好一条路。咱这条路就是讲，咱有法度用台湾人的立场、台湾人的角度，咱来建立一个台湾的政府。啊，一步一步行到今仔日，陆续要成功啊。啊，我一直感觉讲。这是伫我人生的一个经验。你愈到要成功的时阵，对你的敌人的压力会愈大。你进前遐不，伊就感觉讲啊，这毋知不会结不会，不会太惨。所以当开始行啊足顺，哦，行啊足欢喜。刚拍讲安尼过过来，日子就是照咱逐天哦来收费，啊，足侪东西熟悉了后来办身份证，咱看愈来愈侪台湾人。了解台湾主权地位，后来办身份证，大家要看起制度变公平。但是即届是啊出足大个，我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咱愈较积极成功，咱用用要成功啊，用要成功，对咱个敌人来讲，伊个压力都开始临界点，伊绝对出手甲你破坏。咱台湾人，咱是台湾民主国内底足济人，拢毋捌参与过政治。大家拢足单纯，做生意做生意，哦，啊做伫食头路食头路，啊即无同款的生活背景，拢无政治即个训练过，所以一个误会了后，才发现讲，哎、欸、奇怪，那操作足侪代志，我伫美国迄场啊记者会了后，啊因为你前面讲无唔对，迄、那个下头本来要闭口，啊一个学者要来讨论，无半个。啊，无看啦，听啦，大家你看我看你，啊，过来开检讨会，啊，检讨一个一个去讲，啊，迄、那个图片图啊，啊，
我本来逐个你讲我莫看，莫听，真正硬气啦。咱来家己的人爱讲干的，啊！伫迄内底，每一个人拢爱起来讲。我起来讲时，我是足感慨。我讲台湾人，伫咱这内底人，咱拢是政治素人，拢参与政治无背景的这款人，所以咱做足侪代志，真正足粗鲁。啊，足粗鲁，无怪出代志啊！啊，出代志了，咱来检讨。啊，但是其实你检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啊，有的人甲讲说，我实在唔知我做啥唔对，我心内底有够艰苦。奇怪，恁来唔知恁做啥物唔对啊？是干吗？我甲你教，你比我较侪岁，恁来唔知恁做唔对啥？啊，我这乱讲的出嘴，对伊来讲，我是一个小朋友，虽然我已经五十岁，对伊来讲，我嘛一直讲当作小朋友。啊，所以咱未来要行的路，其实啊，搁足侪艰难，因为咱要接近成功，阻碍会愈来愈明显，愈来阻力会愈来愈强。啊，咱要安那？咱唯一依靠的，就是咱的法律论述，这是咱的生命线。咱法律论述来清楚，啊，其实人的阻碍，人想要咱行惯，伊的力度就许低消。所以这就我一直啊，一直想要甲大家报告。咱爱利用时间，看到人就甲解说、甲说明。讲台湾人有了解台湾主权地位的权利，每一个台湾人拢有这个权利。啊，所以咱有这个义务，拄到人就爱甲讲。啊，你甲讲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感觉讲要招身份证，这是在第二步。我一直无爱甲这，咱去甲说明讲。啊！你来了解台湾主权地位啊，讲了，迄个申请单摕着来，申请一千块交来，就去走，吼吼。迄个做生意，我以前拢不会安尼，因为我感觉讲台湾人了解主权地位了，伊也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也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讲你要做台湾人无？你若要做台湾人，你会惊啥？我不要紧，搞不散。你若感觉做台湾人是一种急迫的代志，你就歹来申请，你就要讲问讲。要安怎证明我是台湾人？安我就来讲，啊好，爱来申请身份证。因为申请身份证过程和成立一个国籍完全是同款的过程。咱只去美国，你要做美国人，美国人嘛爱互你透露一下，互你先保留，你讲无定你带来款是咩？去美国告诉讲，啊，伫美国，干逐天拢食生菜沙拉，我即个去美国食一个，惊着美国人生菜沙拉即款食一个。我最后在洛杉矶，啊，要回来在中岛等，我从郑州站来去吃饭，我看遐个衫，我都叫的，一粒白菜哦，大大粒的白菜，切正两半，迄粒规个糖出来，一个足大个盘，足大个大个盘面顶是一粒白菜切做两半，哇，看那玻璃讲，这就是我的中岛等，一粒大粒白菜，我明仔吃哦，哎，我现在来惯习。啊好啊，在我的英国住过四年啊，我是惯习惯习啊。啊，但是无像大家惯习啊，你无惯习，你就说你讲啊，安尼我无爱做美国了，安尼倒去。你伫遐住了一段时间，你讲啊，我会惯习，住了会下，后来第二步，你要宣誓，你要经过考试，你要变做，你要做美国人，你要了解美国的历史，要了解美国的宪法，爱要讲美国话。啊，所以这是国籍形成的过程。必须要有舒服的空间，要有迄个适应的空间。所以我伫做人做法律的说明时，我拢袂讲了，随时申请要摕出来。哦，做人今仔日即摊定安拼袂过，拼袂过，我嘛等于拿等于交代同款。我拢希望讲了以后，大家舒服，啊，伊去敲电话互我。啊，大家讲啊，安尼敢会上班？咱的进度敢会安尼？哦，做班，进程。大家去中央的时阵，记住，逐礼拜伫圆桌会拢会问讲，来台南州这礼拜身份证几件，啊，台北州几件来叫咱报看卖。我大家拢做勇敢的，拢真也袂欠谢，甲报告二十件，人台中州啊，人郑州厂伊真正做了真好。我差不多讲了话，拢是甲我教，我的观念嘛是甲我沟通。人是交一百件，就手头摕一百件来；，有人交百五件，就手头摕一百件。
有当时讲，王所长，你安尼只手敢袂感觉歹势？我互你一百件，互你交，去交，我无讲歹啦，吓吓吓。啊，为虾米？因为申请身份证，我一个当作这是一个政府的工作，这是一个足神圣的工作。因为你要管理，你支持一个政府，要做这个政府的公民，这是一个决心的。遐尼做生意，我一百块、一千块，你讲安尼怎收？嘿，安尼做，我感觉无啥物意思。啊，所以渐渐渐渐，我发现成果慢慢出来。咱这礼拜我要来过程当中，我甲咱办公室的主任讲，按这礼拜甲即卖偌济，伊甲我讲九十人。啊，台南州从来毋捌听着讲九十几人。我咧讲台南州进前办身份证啊吼，申请身份证，我的印象中，他一礼拜十件到二十件。啊，即卖是一礼拜已经变到一百件，啊，所以这拢是足侪人、足侪人来努力，包括伫迄个咱林德明林队长，即卖已经伫遮咧做办公室主任，我派上来听嘛非常侪，因为正无闲正认真拍拼去招这新闻社，啊，招这新闻社对咱有啥物好处？毋是为着讲咱要应付美国人，即。有几万份的身份证要予咱执行，我哩感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你要共招身份证的时阵，你绝对要做法律的说明，你要介绍，是啊，咱今仔有成立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的法律基础是倒，台湾民政府今仔日而且是啊，不讲要给台湾政权推广，咱哩根据啥物？你啊一个讲，两个讲，三个讲，人都会解问问题，你问问突然向问倒。爱怎样去思考？啊！你经过不断安尼讲的过程，你对法律的论述的了解，会足深入、足深入。可以变作合理啊，出师出来了所了解一寡代志同款，会变作天生。你免经过思考，你有法度了解这代志是对的，还是了解这代志不对的？咱今仔日未来要行的路，就是爱根据法律来行，根据了法律来行，你才了解。啊，听咱来讲，像头拄仔咱来讲，不断听人讲。啊，人来吐，来问，你回答袂出来，就表示你对法律的论述，你还佫有盲点。啊，同学了解，即个较高讲话请教，也是我来问我，来问秘书长。安尼不断的练习，不断听人讲的过程当中，你就建立你对法律论述足坚强基础。未来，咱若拄着甚物风波，咱敌人若阁做啥物怪招，咱健康诶时阵，你着别因为去互骗去。若讲安尼好，其实安尼着会使。你跳过咱法律律师所行诶路外口，啊怎讲怪去？啊，因为你对法律律师无了解，无法度坚持，啊你做毋着代志，啊到时家己受委屈，另外一回事。台湾诶未来啊，因为安尼都行毋着咯。全部无一个希望，咱本来毋望照必须讲诶，一个、二个、三个全个打，啊，到三个到境外跋倒伫遐，往白嘛白白在咱本地身边啦，毋是咱个人诶损失尔啦，台湾诶未来是一个足重要诶，啊，即卖伫足侪啊，我感觉啊，伫尤其是左右啊，足侪啊，即个无共款诶讲法。而且伫遐打滚，我常常甲问遮个人，讲恁当初嘛是做爱台湾，对不对？恁嘛做望台湾民政府后摆用台湾浙江建款，对不对？但是你敢袂感觉你即摆所讲个代志、所做个代志，是要甲规碗弄互看？你今仔日无小无欢喜，规碗要甲弄互看？你敢是你希望看到个吗？你伫遐讲要安那安那安那的过程当中，你是要甲台湾民政府即个政府甲讲下来，还是要甲变做较好？伫即个过程当中，我是感觉讲，咱爱顾全大局，咱爱看较远，咱爱为着台湾的未来，啊个人啊一寡代志先放下放伫边啊，啊有啥有法度把即个清楚的问题做一个排解，因为。你的基础就是咱个法律论述的基础，即、这个法律论述，予你一个足坚强的心理的
支撑来吐掉嘞。伊讲讲安尼做是对的，啊，个人一寡无防疫证书，你着要先强调，咱先着大家顾好，向前行。啊，若无，讲较歹听的，你别家己弄妨害，搁害大家一直伫这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政权下骹碰壁。啊，咱着看得到，税金过来，即后个月，即个月底要交嘛，大家拢交有着。啊，高铁，那个看高铁税金。你让他开，就开一个核四，这电话踢袂起来，一个核电厂。啊，开去到台中中踢，这边啊，台北去世界运动会，去踢选手村，为着要一个运动会踢出火起来选手多，这是啥物款的头壳？我嘛想拢无。那选手来报几张就走，安尼选手村要创啥呢？啊，但踢的过程就足侪钱，就安尼开出去开出去，开去到。开启一挂优先人数的出发，啊，咱再往较高，咱的钱辛辛苦苦大众上班，咱早上晒日头、流汗所赚来钱，都交这个政府专来开去，啊，你实在唔当官啦。啊，所以啊，我哩感觉讲，咱未来啊，都爱搁较团结，啊，这团结要团结伫什么下骹呢？啊，团结伫咱论述、法律论述，即个论述的下骹，啊，大家有共同的共识，安尼才袂出七杂杂。啊，未来咱要阁行的路，身份证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咱来努力，哦，去拄着人，还是讲介绍人来介绍，互伊知影台湾的法律的主办地位，啊，互伊希望。了解了后，会用来申请身份证。好，即马啊，一个努力的一个目标。啊，之前咱有无建立即款的团队起来？无建立即款团队，是因为我一直无拄到一挂人，伊有法度遮尔啊热心，遮尔啊有迄落人脉来推销这项工作。啊，即伫台南市，我希望未来伫嘉义市，啊，伫嘉义嘛同款。咱有这款的团队会用来参选，我想组织起来，啊用这个组织做一个基础，做一个经验，啊来发展这款的啊要讲说明法律律师的团队。啊，现在这个法律律师的团队，基本上啊我是模仿台中州的做法。啊，台中州的州长，伊对发展组织，伊是第一刚开始，向任命这州长到目前还无换落来。所以经验介侪，啊，即啊时间嘛介长，啊伊甲我讲，因伫台中是安怎做？因台中的做法是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啊即三个人一组，伊有一个叫啊资讯中心，资讯中心就是讲啊，即嘛倒位有人有提供，讲要去倒位刷票，有需要刷票，啊有人去招，啊咱就来组一群人来去遐刷票。啊，这人因出去共说明的迄个频率安那呢？伊一礼拜只要出去五届，五届就至少五团，有当一天三四团出去，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是啊，爱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去共做说明的时阵，啊，因为这个人咱刚刚开始无一定大家拢会晓讲，但是一定有一个较清楚、口才较好、头脑较清楚的。做主工的，其他两个伫边仔学，啊学了啊有法度独立的时，迄个人去传两个人，就用这款方式，先一个一站一站，啊一团一团，安尼就成长起来。啊，我即摆伫台南市，我嘛找到一个人，啊基本上即拢是伊国教徒，啊伊伫教会拢是在做做朋友、长老这些人，啊就伊开始啊会做一个较有组织性。诶，宣传的活动，啊，做一个公司，然后讲，安尼宣传声呐，来推出来。啊，进前顶一期的高级班，啊，有人建议讲，宣传声阁无够，宣传声后壁对十台奥多麦，一边过来，啊，大家拢插旗啊，哦，跑出去，正威风，无叫，对一个啊政党来讲，安尼来做。还是讲对一个已经有名声的团体来个人来讲，
这款的方式绝对无效，是安那？因为咱看到谈判，看到迄、那個、哦，比如讲某某人，啊，这个我著知，我经常捌选过伊嘛。啊，什么人，大家对有印象，所以你来敲出来就啊，伊伊搁要选举啊，咱就会起来甲投票。但是台湾民政府，咱即摆伫台湾，啊，搁足侪人毋知影。啊，你甲一下晒出去，人看到台湾民政府，毋知影创啥，啊，可能搁有人要选举啊。哦，看到台湾民政府，伊有知影，刚看到迄个物件呢。你想讲啊，这个是民进党都要做啥物代志？啊，所以这专门请来讲啊，啊，然后今仔来做背景音乐来听，好不啦？专门请来讲，我一直感觉讲，咱着爱慎重来使用。伫进前，台中州、高雄州，因拢一直甲我讲，两个州长，然后分享伊个经验，伊甲我讲，专门请怎啊效果无介好。效果上好的是啥？就是遐讲，咱面对面讲，面对面我甲你讲，安尼有问题需要问，即款的效果上介好。而且安尼讲了了后，伊对论述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啊，无人看一个名，吼、哦，看一个名。啊，咱好甲在台南、和嘉义，咱拢有办公室。啊，办公室提供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咱进前有办公室的时阵，咱去人说明，人拢感觉讲，你这唔知有可靠无？哦，啊，我钱交予你，你唔知唔知安那无？啊，就只有靠有熟识、大熟识、方熟识人的信用去甲说明，钱收来，咱才袂烦恼。啊，有即摆咱有办公室走袂去，哦，大家对台湾民政府咧办事有一个心理有较安定，感觉讲哦，即当作咱多些所在财产吧。啊，这要共讲骗，嘛真困难，要共骗。啊，这两个结合了后，我会感觉咱的双轮车爱一段时间哦，出来共说明一下。啊，迄说明的方式，我感觉较好的，就是讲爱有一个定点，嘛爱徛伫遐来共说明。但是行路安尼细哦，我感觉迄个效果是一种主权宣示尔。就是讲，来啊！你看，我刚查机啊，讲我要签伫台湾民政府，你中华民国的警察唔敢投案啊。你讲主权宣誓效果较好，但是互人了解讲，啊，这是创啥？这是啥物件？效果较无好。啊，而且迄、那个效果可能嘛对咱了解中心的效果较好，感觉讲哦，咱有出来咧宣传，有出来咧活动。啊，这是我个人啊吼，对这个咱宣传的方式一个见解。咱明仔载即个新闻前。哦，诶，数量较紧来，较快速的来增加。我是一直抱着一个观念，咱莫把这个数量的增加当作是业绩来咧评，咱莫把这数量哈，要讲台湾主权地位，这两件代志分开。咱莫一直讲主权地位，爱讲法律的论述，互人会了解，了解了，爱互人有一个心理的舒服的空间。该决定要参加要申请新闻节目，但是我相信，啊听过的人，伊无甲你先随讲要申请新闻节目，伊有了解，伊的疑问拢互你回答了，伊敢烦恼讲伊毋知向倒去，敢烦恼伊的钱毋知向靠去的，敢烦恼伊囝伫大陆做生意毋知向厉害的，啊烦恼他烦恼再烦恼一大段拢讲钱，伊都要办新闻节目，啊这种无要紧。等候一天，那一天换声进来，那一天，因发现讲拢无代志啊，啊，遐个人就烧钱来要办手续，所以秘书长当初要设办公室，就已经看到这天会到，所以咱先办办公室，制度，咱要申请身份证的过程，爱开始把这个制度画起来，到时人啊足侪时阵，哦，咱才有法度应付。啊，所以我一直希望讲，咱有收会的东西。咱爱常常出去讲，啊，讲了后，伊也无要去办身份证，但是讲了后，伊态度无遐正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加加两遍，唔通随便做生意讲，即摊今仔做啊搞干涨，讲一遍、二十遍，讲到尾真歹势，讲咱常常来，大家好朋友，无甲你办，你也大家搞讲这個，我真歹势，我只要办身份证，但是伊唔知影办身份证意义是啥，安尼嘛无讲介好。咱来，互愈侪人知影，
愈侪人知影台湾酒款地位的即个论述，安尼未来咱后伊看司机先生，伊就会感觉讲啊，有迄个需求，伊主动来办公室去办身份证，还是去找介绍伊的人来讲伊去办身份证。我是希望咱甲办身份证用即款态度来处理，大家莫感觉有压力，因为压力拢伫我遮。啊，我人天皮皮皮的，每一届必须甲我问，我就照实讲。就即届，咱去受训的人两个，啊，咱伫中央伫遐哩办公，嘛有咱台南州的，偷偷甲我讲，州长你敢袂烦恼，你敢袂惊？我讲要怎样？啊，两个都两个啊，啊，别个，迄届高雄州50个，吼、啊，台中州30个，啊，北州至少拢20个，台南两个。哦，我是讲，按两个就表示讲，咱可能努力不够嘛吼，努力不够就要继续努力嘛。啊，所以我总爱用办身份证这个数字，还种招咱去收的这个数字，当作一个指标来讲，啊，你做了好，做了无好，因为这是有时有准的。有一天我去办公室，我咧办公室主任甲我讲，哦，周长，今仔做无闲，拢无通休过，拢是安那。啊，就下载就一直搬，啊，就连翕相连一直搬啊。啊，我通讲哦，规工拢无休困，爱讲这是足得意的，哦，足欢喜的。将来唔好有这款的事，是比较好。啊，但是这款就有时有准，但是过过来，只要咱努力，咱更加好，更加侪人知影台湾主权地位的真实的形象，啊，就会愈来愈侪人感觉讲来办这份身份证是有意义的。伊就会办这份身份证时，袂解问讲办这张身份证有啥物好看的？办这张身份证要创啥？要创啥？身份证无你摕，你当面个身份证去买菜啊？还是讲去迄个西北去 B B 看我做买物件？身份证就身份证啦，你有啥物好大用？所以对身份证来讲，我希望咱讲说明是，这是一个法律基础建立下的好的物件。因为你认同台湾，你想要做台湾政府的公民，所以你来办这张身份证。你无另外其他哦，讲办这张身份证，干啷换豆腐，还是要换西瓜，无迄个代志。有一摆，有人敲电话来，他讲哦，这样你是无收地方钱。啊，你办迄张，听讲你办迄张身份证，有法度去美国了。我讲迄是身份证，毋是护照，嘛是旅行证件。身份证就身份证，无法度去美国。哦，我到去美国，我买本，我只有30个啦。我30个啊，就是因为听讲恁这身份证无法度去美国，怎么办？啊，恁这无法度去美国，我不爱办。我听听嘛，笑笑，不爱办就卖办啊，对。那你讲这个身份证怎么好笑？啊，你用迄黄海辉，我感觉刚才我想讲，这种人来搞乱的。哦，伊想讲，哦，恁这嘛，安办保险拆起来。啊，安尼足先足车尔，伊在甲我乱讲。好啊，听讲恁这样去美国，将来毋捌讲这张身份证要去美国。咱早期是办这张身份证，本来有这个设计想讲，咱有这个身份证，看样去冲去美国。这是一个想法，在理想是安那。因为咱若总讲对美国来讲，伊也敢认为认定台湾是美国。海外国家，安尼就会使了。但伊无爱，啊无爱就无爱就过来，要照这轮船来行。啊，所以我是感觉咱大家都爱有一个较像政府的想法。咱既然是一个政府，咱的做法都爱像政府同款。咱莫把招身份证当作生意来做，咱莫把身份证当作亲像你传教迄款心情来做。就爱互知影讲啊，台湾即款论述，啊伊也佮意了解，伊来办身份证。我相信安尼做的数量绝对袂比你爱互共讲较偌济好康，啊共叫伊来办身份证，佫较少。而且我相信会佫较侪。台中州就是一个例。台中州将来毋捌你共讲即张身份证有用，甚物好康的，但是伊是全部成绩上好的。大礼拜摕100几份出来，手头阁100几份，我讲你啥物歹做，摕来，我著做袂起，伊著用袂起，
就啊，就一百分安尼讲，伊成绩拢上好，但是伊用的方式就是即款，伊唤醒台湾人对台湾这土地爱，唤醒台湾人，你愿意做台湾人，你必须要证明你是台湾人这件代志。啊，所以我蛮希望讲，咱伫台湾州的中心，咱去讲说明的时阵，咱来强调的是咱的法律的论述。咱来强调的就是讲，台湾人今仔日变成呢，是因为政治的关系。台湾这个主权的形成的过程到底是安怎？所以中华民国这个政权在台湾，伊完全无迄个法律，伊直接是无合理嘛，无合法。伊必须要离开遮，离开遮了后，咱台湾人要用台湾人咱家己思考，咱家己要安怎做来建立咱台湾的国家。啊，所以为这款的方式，咱吸引来愿意要支持台湾民政府的，伊的想法、伊的理想，甲会含咱同款，较袂去有一寡心肝内底，拢有一寡算盘讲，来台湾民政府看有啥好康拿贴的无？讲较白，今仔日伫美国发生这样代志，我伫边仔冷眼旁观，因为足侪代志，阮酒店拢无法度查，唯一无法度查的人王宝义，高雄市的酒店有法度入去开秘密会议，我其他人对房间我连接创造我拢唔知。啊，所以今仔日会发生这样代志，我感觉有足侪嘛是因为利益的关系。今日来台湾民政府，你也不是为着理想，不是为着要变化咱台湾更加好，不是为着对台湾这个土地的疼。你若想着讲啊，这成立一个政权了后，我要安怎？我要分什么好康的？要摕什么好康的？安尼就害了。安尼你做这行唔对咯。啊，所以咱即马去共说明，去招收人情，去共介绍人来收费。我希望大家对。讲出个讲法，是因为咱个论述是对个，是咱对台湾有一个理想，毋是讲来遮你就有啥好康个好康个，变好康了，入来了后想讲台湾民政府遮济好康个，伊就爱拍拼，来夹一个官位，啊，迄个时阵代志就发生类似即个台湾即款情形。啊，所以我嘛啊，甲大家啊分享。希望大家有同款的想法。咱来台湾民政府，毋是为着要做啥物好康的，毋是要为着后摆有官要做，也是讲为着后摆哦，啊这咱有啥物台南州未来啊挖一百空的迄个石油，咱台南州哦，我来某只石油这段生意，我就要趁到子孙食不了该食的了，莫有遐个想法。咱今日大家要拍拼。为着一个理想，为着一个愿望，安尼，咱台湾民政府未来的政权的成立会较稳固。未来咱的子孙，到有法度活在一个清廉政权，是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权之下。啊，所以咱要慢慢改变咱的讲法。那我知影有诶东西，因为你招新闻前是有暗地讲啊，那大家拢无去听，有诶人甲讲有啥好康就要来。我感觉安尼有效果，但是我甲大家讲，安尼招来有即款新的来，未来会造成咱台湾民政府的负担。咱未来当然不坏顺中华民国才腐败嘛，对无？咱讲中华民国才腐败，是因为是中国人，毋是咱台湾人。因为中国人伊有私心，伊甲台湾人当作是奴隶，爱甲咱徛伫头壳顶，甲咱作孽。啊，未来台湾民政府成立，台湾人家己来管家己。啊，台湾人啊，搁和中国人迄款想法，甲想着好康的，想要为遮提升好康的，想要分利益的。啊，未来台湾，我无相信讲比即中华民国即款腐败即款会好玩。那未来啊，安尼做嘞，我相信会足少菲律宾的，啊，足少菲律宾，咱不是看是不管啊。啊，就中华民国。回归三者，大家各显神通，看袂，你可看就直接学就好啊。免安尼为打拼半步去成立一个新的政府。咱今日要甲中华民国赶走，就是愿望台湾未来是一个清廉、
像至少像新加坡、像美国，咱正常个国家。啊，是安尼，真正即款大家免无用，都互中央无管啊。啊，反正伊爱钱，咱趁啊侪钱来买官就好啊，来买权利就好啊。所以，即位基础开始，未来开始去讲讲法律论述、说明开始，咱就要甲咱个乡亲，咱甲咱所拄着个台湾人，爱甲解说。今仔台湾人伫即个地位，台湾即个地位是啥物款情形？咱莫尽量莫讲一寡利益个代志，啊无你会去一寡违背利益。哦，即个台湾民政府后摆，我较紧加入来，哦，我变做学长，我就用去分较好较大利益，安尼后摆大家都吃吃不变。所以即只利用即个机会，我嘛是啊希望大家等于去思考看卖。咱来鼓励搁较侪人来办身份证，咱来互搁较侪人了解台湾主权地位的真实的问题。啊，这是咱努力的目标。吼、哦，啊，今日啊时间也差不多啊，吼、哦，啊无咱先讲到这。啊，大家有啥有啥物问题无？听。一言难尽，有啥？哦。哦，你讲的意思是讲，是安那袂使用茶啦？啊，咱有水啊，咱有白开水啊。你是讲袂使直接泡茶啦？那个平常吼，嘿，咱若讲那些办公室，若讲无咧泡茶，我人就泡袂来啦。哦，我了解你意思，因为。咱已经习惯迄款啊，政治团体的办公室，拢互人伫遐泡茶，来就泡茶。啊，我了解你的意思啦，吼、哦。啊，这嘛是咱长久以来的习惯，吼、哦。啊，但是我要甲你分享我的想法，这嘛是秘书长一直甲我交代的一个想法。啊，因为我认同这个想法，所以我提下秘书长。长期，我感觉安尼做是对的啦吼。一寡即款的选举场的文化吼，啊，来遮泡茶，泡茶毋是讲唔好吼，啊，但是伫即个所在，因为啊要泡茶，啊，都爱准备足侪工具吼，爱准备茶叶，爱准备一寡物件。但是我爱互你了解，就是讲，咱即马啊经费非常的有限。哦，啊，而且啊，要补到存一款有利募款、有政治现金的政治团体款做法，第一，咱无法度维持；第二，就是讲泡茶的过程，或者是这个办公室，当然欢迎大家来遮哦开讲，啊，就设迄个咖啡机啊，啊，你也要啉咖啡，就伫遐倒咖啡机啊，啊，泡茶。比如讲，之前我讲过，咱会去用迄个投币式的一种泡茶机器。啊，即摆我甲人讲，我当时用过。啊，要困一般一款形式的泡茶哦，啊，毋知啥物来泡，还是讲泡遐，咱较要想外国个人吼，往咱未来要行路，是要行到含美国一款形式较同款，拢大家拢自助的吼、哦、啊。来遮啊，嘛免想讲要服务啥哦，因为这是大家共同场所，啊，咱嘛无啥服务的人员。因为啥呐？因为我毋是要甲你讨商票，这是大家拢同心，大家拢平摊，所以来到这个场所，大家拢自助。你若要啉茶，还有免费的白滚水；啊，要啉咖啡，有投币啉咖啡。啊，未来啊，我来甲秘书长之前搞提着讲。听讲迄个机器也袂超好啦吼，有迄投币式的泡茶机，你若要泡茶，就按落去，因为无人甲你服务这啦，毋是讲无爱服务，因为咱大家拢平大，所以上服务上足奇怪。你若大家当做你的厝，你的厝等于嘛无人甲你服务啊，吼、哦。啊，所以咱是要改变台湾目前即摆伫地方上，迄款政治团体是啊泡茶来服务。
是啊，甲你服务，服务诶份背后就是，我希望你甲我选计算，投票投我。咱未来有要安尼，咱未来就是投票是看谁好，毋是我对你较好，是政见好。但是要投票嘛，是还佫有一段时间以后诶代志，咱有足侪代志要改。咱目前台湾一贯习惯，并毋是好诶习惯，啊，即个改。啊，要改，就为咱办公室开始改。所以办公室开始成立的时阵，有足侪规矩，咱嘛想无到。比如，讲袂使安尼，袂使安尼，袂使安尼。我非常诶赞同，是安那。咱今日要拼台湾民政府这条路，就是无爱和中国人去无共款嘛。啊，所以有一挂代志会和咱诶习惯无同，因为咱长久以来，拢互即个政治人物成歹。伊要选票时，就爱磕头，爱握手，伊选着了，无要睬。那选举的时候又来一次，哦，你感觉讲真好，啊，你有代志叫拜托，你来招手。咱未来不是要安尼做，一个公平的社会，有正公平正义的社会，唔免民意代表替咱做啥代志，因为迄是咱的权利，唔是讲爱透过立法委员甲办的成，咱去办就爱办的成，是爱透过立法委员甲办的成。啊，透过立法委员办的成，这是不是特权呢？咱未来要行，就是要有特权。啊，所以啊，伊个建议讲，希望是这样泡茶啊。我所理解，咱用做到的，就是会设一个投币式的泡茶议题。哦，啊，我欲请咱处理泡茶个代志，即啊，用东西无法做啦吼，啊，咱处理嘛做无。啊，你过来讲，当然。啊，为着这吼，我若有替恁证书讲。第二，我在做诶，啊，我讲要摕一个来遮卖吼，伊先生讲袂使，你遮泡茶落，迄个新两钱，你要收几件？啊，无我讲啊，无一人收几件，甲来遮泡茶啊。啊，你遮泡茶落都毋真少啊，对无？所以讲这嘛是伊诶理由啦，吼、哦。啊，所以讲这泡茶这个物件，过去恁嘛是伫迄边有泡啊，对无？啊，有泡完了。工作做哩对，咱爱就是爱出去招新人进，毋是要来遮泡茶。啊，谁要甲你服务？啊，服你泡泡，谁要收？对无？你有这问题无？啊，所以讲必须你讲，免请，要泡茶，你有心情才来泡，对无？哦，啊，这拢咱听见惯的。哦，啊，是第一是讲要爱去推动新人进，啊，甲招人去收，咱这工作尔，无啥物。你干那讲伫遮咧泡茶啊，大家拢唔去点单，啊，真正也无出去使。啊，你若是讲看有人二工啊，要来斗三工无？哦，啊，若甲咱大家讲有足侪二工的时间就来，哦，看要安怎去泡茶嘛，啊，要泡茶来阮家泡吼。啊，不过我今日来遮拢乖咧，好歹势。啊，茶比我都济啊，而且我囥遐，我都泡嘛吼，好。咱今日，今日，啊，迄以后再讲。